我们先介绍一下本蒸汽阀的概念。当半导体的温度大于零 K 的时候，那么架带的电子获得能量以后，就可以从架带激发到导带去，同时在架带中产生等量的空穴，也就是说电子和空穴它是成对产生的。不含杂质与缺陷的半导体就称为本蒸半导体。